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九号公视中大新闻，我是林建梅。首先，咱先来看今日什么重要的新闻内容。气象局下在八点半解除苏迪勒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全台湾六个人死亡，四个人失踪，几百人受伤。台中这届风台阵风超过16级，造成六座风力发电机组吹卡断气。在宜兰丹凤鹅海边失踪的查埔囡仔，今仔一只找到遗体啊！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苏迪勒风台已经慢慢啊离开啊，但造成六个人死亡、四个人失踪，阁有几百人受伤。这个风台造成全台湾超过400万户来停电，是上严重的一届。风台外围环流有原地影响到中南部地区，气象局提醒台南甲高雄地区要非常注意，会落真大雨。苏迪勒风台冲击台湾，引起水崩山、大淹水、路树啊，够电火条啊，嘛多一堆，啊，够造成6个人死亡、4个人失踪，啊，够300外人受伤。今麦风台总算离开台湾，解除警报。气象局在今天早上8点半解除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中心的位置是在马祖西方的陆地上，台湾地区还有各个近海都已经脱离了它的暴风圈的直接威胁。苏迪勒的威力真强，在台湾留下真侪风台记录，亲像在苏澳海边卷起17公尺的大浪，创下新高。在当地嘛，掀起17级以上的风，嘛是史上的第二强。强烈风势更加造成台北101大楼的助燃器摇摆一米，创下纪录。苏迪勒风台嘛造成全台湾有超过400万户停电，破坏1996年赫伯风台270万户的纪录。今嘛苏迪勒已经在福建登陆，有原展现真强的破坏力。这个路面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积水，像我所在这个地方呢，最低的位置大概积水有10来厘米，最高的地方有30-40厘米。大风大雨在福州也造成严重淹水，真侪地下道变作成游泳池，而且呢，福州的降雪站也测到24点钟内底雨落超过300毫米，创下一天雨量的纪录。和外界讲作是地表上强的风台苏迪勒，虽然已经去福建，还佫外围环流也是影响到台湾的中南部。气象局佫提醒台南还佫高雄地区，爱预防有大雨的发生。记者蔡慧玲、陈昌伟综合报道。这个苏迪勒风台，新北市乌来受到土石流的侵蚀，目前当地村有4户民体被土石流淹去，现在在搜救当中。另外，新埔路三段有路基崩起，道路中断，造成公营地有超过200民众受困。水门扭开哦，那水都下落去啊，很明显水都下落，很明显都是地坍巴，你看也。附属国校更兴分校附近的受灾户是看到新北市长朱立伦是大声来喊口，因是质疑昨地坍巴是上岸来下水，是河因来引水，个人讲要要求国赔。朱立伦表示会来全力协助善后，卖来追究责任。应该是台电或台北自来水公司所属的直潭坝所造成的啊，这个我想我们会协助，一定会调查清楚。另外，乌来中地村有4间厝被土石流来台起，住伫内底民众是下落不明，即马搁伫搜救当中。另外，新河路三段10.8公里的附近是落基来放弃，交通中断，就更行里有超过200名民众受困。即马新北市政府已经伫透早上直升机来空投物资，陆军的特战指挥部救灾小组嘛尽力到灾区来救援，去先空投一些物资，那用双边啊尽快打通，希望这2天就能够赶快把整个乌来地区的交通能够恢复。由特战部队协同消防局向乌来地区实施挺进。我们想，这都是新河路即马交通中断的所在。军方除了派出特战部队来到内底，即马把伫内底来找适合的地点，希望会当透过直升机来把怪手顶顶的重工具来送去内底，来加速规个救援的速度。以上是记者张志雄、林国宏伫新北市乌来的采访报道。八月六号，在宜兰南丰阁内皮沙堡发生一件妈妈带双生仔查某囝生水不幸被海涌卷走的意外。妈妈甲大汉查某囝送病院无救回来，迄时阵下落不明的细汉查某囝，今仔下早已经找到啊。下早6点，南丰阁派出所民警在南安国中体育馆头前的沙堡，发现一个被海涌拍起查某囡仔的遗体，拄啊才确认是这個、就是失踪的妹妹。后续要交予海巡署甲家属来处理。
继续过来看，受到了洪台侵袭，造成森林倒落、林内地区的分断，农业损失严重。农民讲，大风和油啊落下来，超过五成，无法度收成，实在是要哭无目屎。根据农委会统计，受到了洪台，造成全台湾农损金额达到1亿4千万，以花莲县8700万是上多。一大片的分断落果，让森林拿来农民张仁健真心疼。因为这个分担原本搁半个月就拢收成，收成嘛要起来照顾行动不便的囡仔，但快因为苏迪勒的强风，造成分担落果超过五成，农民要哭无目屎。损有一半啦，甚至到了遐有诶讲，拢规丛拢无半熟啦，一年拢卖30多万安尼尔，损失10多万有啦。各个溪山区的芭乐，原本拢已经包装完成，就要收成，快因为风台来袭，和种植将近五分地芭乐果树，拢被强风吹断。农民就讲，虽然有一寡无造成效果，但快见都无到收成。到尾也拢爱念掉啦，咧为了掉伫遐，看无安怎啊，其实透气也是嘛拢死过啊。苏迪勒风台所带来强风豪雨，造成全台农业损失的农作物，已经少受损的面积上宽，有382公顷，金额超过2000万，基础就是分担。气氛啦，啊你看倒安拢用完拢做了了，拢迄些拢断了了，啊这本钱真可了。农委会表示，目前受到苏迪勒风台影响，农损金额达到1亿4千万，其中关于花莲损失8700万的金额上悬。但目前为止，阁真侪区域持续咧落雨，农损的灾情可能阁会持续来增加。继续向吴宁报道。台东富冈渔港在即个苏迪勒风台期间受到大浪迫害，灯塔甲港区周边道路拢被大浪冲掉，港区的外环道路落基洪尾坑。当地居民讲，这是将近40年来看过上大浪。苏勒迪风台虽然已经离开，但过东部的风影也是真大。台东县富冈渔港即摆受到大浪的影响，通往港区的外环道被冲歹去，下水道的生活管拢被海浪冲到拢流出来，马路上也有大浪卷起来石头。当地民众讲，这是近40年来在风台期间遇到上大海浪。我们那一天就那个海的浪荡很大吧，冲过来这里啊。长这么大40几年了啦，没有看过这种浪。连我们堤防那个灯塔那个也都破裂了。富冈渔港灯塔地基被大浪冲到拢崩溃，台东县农业处要等到天气较好，才阁查无损失，向中央申请灾害补助来修理。也毋过有一寡好事上民众无顾危险，到灯塔去看海浪，和岸巡大队人员可肯离开。呼吁民众哦，尽量不要靠近那区域，因为那边已经有坍塌的现象。苏迪勒风台海浪实在伤大，停在鱼港码头船只锁啊差一半登去。不过这摆渔民加绑了几啊条锁啊，把渔船救掉了。我刚才无几摆啦，几摆就下了了啦。东部外海风影也是真大，开往绿岛南苏的客轮九号依然无开，有计十号会恢复正常航班。记者综合报道。苏迪勒慢慢离开，花莲县政府为从开始就已经出动所有的人力来投入救灾，军方动员200阿兵哥来协助清洁队整理市区。花红部表示，目前投入救灾和清洁的阿兵哥已经超过1000人啊。透早，花莲市清洁队从安北路开始摒扫垃圾，但是伫洪灾过后，大型的垃圾真伤多，有真侪区域需要贴地摒扫，确实真辛苦。全部的花莲市，对，辛苦要做啊。要随恢复市容并不简单，花莲县府协请军方调派人力支援，透早花红部就动员200阿兵哥，交代大卡车来到三江。总共6个乡镇市提出的兵力申请，那总计大概派遣的兵力是1088员。好，那这个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就已经风雨稍歇之后，我们就已经开始派遣兵力。这200个阿兵哥已经对重点区域开始摒扫，为山区强扫倒的大型路树开始搬，甲市区排水沟的清洁等等。从外口这些少年又过勇敢阿兵哥来到三江，在这届救灾部队中，还有真侪少年女性官兵，嘛伫河中投入救灾。自愿意比较多嘛，就是花莲人，那也是就是维护自己的家园。救灾亲像作战，即摆军方差不多动员所有人力来到三江，加上花莲市清洁队今日目前无休困，投入所有人力，希望会伫暗时进前恢复市容。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昨暗尾阿妈阁落大雨，造成牛丢溪涨起来，附近一户邻家厝嘛因为所在较低开始积水，最后消防队来赶撤离。
另外，下午九点外，嘉义县毛边从无细里开车来到积水的道路，车派去有一个大人甲三个囡仔关伫车内，嘛予消防队救出来。好了，迅速民众连骑机车拢无办法阁骑落去。嘉义市八号尾暗啊，再度落大雨，五条溪附近一号民家，另外道路真紧着积水有半粒零啊。另外，因背因是老悬啦。嘿，安尼啦。啊，即摆惊讲过因背就对了。惊过许啦，嘿啦，啊因无大波个啊。好好好，啊内底是大。两个因老母啦，啊甲因新妇啦，啊甲两个囡仔因个啊。消防队员赶来，还阁准备抽凉船，好个再听到民众厝内积水也无严重，改用底盘较悬的消防车入去。顺利将一家伙啊四个人脱离。哦，啊，我就出来啊。嘉峪关同款落大雨，暗时九点外，消防队员赶到一条溪边的小路，将一名查甫甲三个囡仔救出来，因为因赛车走唔着路，冲入去一条淹水超过100公分的小路。来，慢慢走，来，你们三个慢慢走，来，慢慢走。四个人因为浸水佮压雨，被消防队员用抽凉船救出来以后，赶紧用棉被包的，送医以后已经无大碍。记者嘉峪综合报道。还有占地过来清平桃园北德兴林花园夜市，嘛是即个洪台损失严重，当的物件是东倒西歪，个人的物件被偷走，而且评估总损失达到1000万，大约要开一个月时间来恢复。处理了洪台过了后，位管的所在看桃园北德的兴林花园夜市，当然是风吹到东倒西歪，旁边嘛全部风吹到飞去，趁好停啊，业者赶紧来整理。对啊，大家都辛苦了。啊，全部都被吹走。对啊，房子都没有了。铁皮围起来，单位被空的大风一吹，全部倒去。卖买的单，买也全部淡去。卖七头米的业者是真哀怨，因为赚钱的工具全部毁掉。没有钱了啦。没有钱了。对。赶快恢复就赚钱了。对啊，有什么时候恢复？这个布娃娃是压到整四个，业者说损失至少几十万，让他们更不耐心，都已经是受灾户，还有人碳灰打劫。像我们就有损失一只 Hello Kitty 很大只的，那日本的限量，对啊，一万多。那只要多少？一万多？对啊，市价3万多了，对啊，全台湾3只，对啊。被偷走了？对，都被偷走了。这个风台造成兴林夜市至少开一个月时间中间，估计损失是1000多万。那因为我们整个园区需要重建时间大概需要1个月时间。另外，离中央大厦后门的中央路嘛一片混乱，有一大铁皮厝尾顶风吹走去，落落来涂骹，连水塔嘛为厝尾顶落落来，毛轿车后面的玻璃拢吹去，车顶拢风弄一个落落去，好佳哉是无人受伤。记者桃园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来看，中油公司为半暝12点开始，国内各式汽油柴油价格是达公升要落8角，调整了后，九二不烟汽油达公升是23.3元，九五不烟汽油达公升24.8元，九八汽油是达公升26.8元，超级柴油达公升是21.2元。再来关心，昨昏是父亲节，根据一项调查发现，台湾有一半的上班族男性体重是伤过重，水果甲青菜拢食无够。有30%的查甫人完全不得运动，医生警告，伤大颗得着癌症的几率会增加33%。38岁做服务业的周先生，三顿差不多拢是外口叫便当，也佫爱配一杯有糖的饮料。过了10年来，伊的体重是一直上升，强要100公斤，一个巴肚袂输是按神奇共款。伊讲为了要趁钱和某囝过好日子，伊每天工作超过10点钟，无时间运动。运动大概很少吧，因为回到家晚上都很累了，都很久的时间，所以当然几乎没有什么运动了。那休假也是都是在家，因为都是轮休的嘛，排班的休息是这样子。像周先生这种的人真多，国民健康署调查就发现，这场男性伤过大颗比率是到52.2%，尤其是每两个人有一个人体重超过标准，有13%男性工时过长、压力大，而且三顿蔬菜水果摄取量严重的无够，也有30%男性是完全无运动。医生警告讲，大个的人得着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3倍，流感的几率也增加33%。两个人就有一个了，那这对健康是一个很大的隐忧了，因为它很直接、间接就是跟我们的所谓的三高的疾病、癌症事实上是息息相关。
医生建议大家饮食一定要少油、少盐、少糖，加食一寡有纤维的食品，加蔬菜水果，保持规律的运动，安尼先才能避免流感的危险因子，活了健康无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台中五车二八号半暝到下昼，阵风拢超过16级，造成六座风力发电机组来吹灯去。会知趁着风雨变势，台电人员先甲倒伫路中央的18号风机扫到路边，估计这损失是超过5亿。风力发电的叶片规个拢断去，车辆经过还佫减慢伊的速度。八号下昼，受到了风台出海了，台中五车高美湿地的海边啊，佮吹起了16级的强风，造成了风力发电的叶片受损断去。日日迄天下早时，总有6级的风力发电机组去吹断去。台电人员趁着风雨较无遐尼大的时阵，先甲倒伫路中央的风机先刷去路边。上午等待吊车要甲伊刷走，台电人员表示讲，六座风机同时受损。这个是头一次。目前有6台是倒塌，那一个是一台是叶片掉落，创这个风力发电史上面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哈。除了台中北部石门嘛有一座的风机受损，这批风机拢是民国92年设的，平均的造价要1亿外，是安那风台来，西部沿海受损的拢是台电的风机。发生事故的这两个风场啊，它是最早的。一个老旧机组跟后面的这个机组的这个规格其实都有一些 不太一样。是结构设计不良，或者是五车地区40年来破表的强风所造成。台电表示说要检讨倒去的风力发电设备，未来计划要原地来修复。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嘛，扫过台北市，初步统计树啊倒去的灾情超过4000棵，过来的所在有民众车啊，和树啊地歹去。台北市公园处表示，已经请国军来协助清理，希望明仔在上班的时阵，主要道路的交通会当恢复正常。台北市公园处人员辛苦处理掉倒伫破坏路上的树啊。苏热的风台侵袭台湾，造成台北市真侪树啊倒去。今日早起，公园处甲环保局人员利用吊车甲树啊吊走，也有阿兵哥来斗三工协助清理。公园处表示，即摆树啊倒去超过4000棵，尤其是树林区上较严重。南北向是中山南北路，东西向是和平东西路是最多。昨天是派遣了360位的兵力，来执行这个路树倒塌还有街道的这些清扫的工作。今天又增加了100位是由官渡指挥部所派遣的兵力。真侪主要道路四个拢是树叶啊甲树啊，交通受到阻碍。中山北路的巷啊，因为树啊倒去无多经过，民众希望赶紧来排除。离民生东路5段瓦罐塔右路的路段，因为树啊倒去也跌到汽车。早起公务处人员也伫现场斗三工，赶紧甲树啊刷走，而车主是真无奈。那天灾啊，没有办法，发生就发生了。阳光之路来把修一修就好嘛，这就是刚好是台风嘛，碰到嘛。公园处强调，由这摆风台灾情严重，现阶段以10号上班的时阵，主要道路的交通会使恢复畅通为目标。只有公园加较偏远、交通量较低的所在，是分阶段来恢复，20天内会使全数清理完毕。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晚上大巨蛋嘛，未含咧大风一直吹，发生铁皮落来，阁有扬架倒起的现象。目前周边道路拢禁止车辆来通行。今仔日早啊，台北市道发局甲晚上相关人员来到工地来开会，决定是等晚上清除无安全的部分，再来恢复通车。施工人员无用焊接搬运器材，晚上大巨蛋因为受到了风台侵蚀，造成铁皮用吹走，扬架嘛倒几片。台北市都发局甲万雄相关人员今日早时去大巨蛋工地开会，研究后续处理。屋顶上面有许多临时工作平台的一些物件，它并没有安全的处理，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固定拆除以及做应有的安全措施。台北市副方面表示，希望以安全为考量，赶紧拆除厝顶板和临时工作平台。不过，万雄方面回应，先以现场清理修复为主。真正要把它做到安全，就必须把整个屋顶板完整的做好，包含钛板，包括经过风雨测试的试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那很幸运的，天花板并没有掉落，掉落的是这个临时工作平台。
我们是非常幸运感觉到这一点。那阮雄进行表示，应该全面复工。台北市府认为，复工甲风台安全措施是两件代志。不过因为目前附近道路因为交通管制关系，造成大塞车，要什么时阵恢复通车？台北市府回应，会当阮雄先拆除无安全的部分了后，预计暗时六点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各位关心，大概拄着大雨，就予老龙溪引起的高雄台二十线钦河到复兴路段，经过苏迪勒洪台昨下个落雨，佮再度予溪水冲断，替代道路玉水龙路引道嘛，予水冲断去。目前复兴以上四个里对外的交通是中断的。一旦看到2.8公里的路面消失伫大水当中，公路总局驾驶干部端讲，因为即马山区佮咧落雨。拉库斯的溪水的水位正接近路面，阁无法度进行道路的修复工作。估计上紧明仔载后天才会当开始来施工。目前复兴里、拉弗兰里、中山里、甲梅山里等四个里的居民对外交通是完全中断去。不过需要洗药剂或者是当病的民众，已经离洪台进前就撤离到基山的病院。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达美航空一架国内线的班机七号在空中和棒球大的冰雹撞到，驾驶舱的玻璃是碎去，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也歹歹去，机师的技术是非常好，最后平安降落在丹佛国际机场。一架 A320 飞行机为波士顿起飞，目的是要到犹他州盐湖城，按个班机飞到科罗拉多州顶头时，扣两个暴风圈入座火。空中有信啊，冰雹甲落大雨，熊熊有棒球大的冰雹，拍到驾驶舱的玻璃甲鼻翼。Our windshield is pretty severely damaged。迄当时飞行机摇来摇去，飞行机顶头旅客认为家己应该是罹难，有人手牵手跌靠，有人开始喊赶信号出来的人。好在机长伫能见度无好的情形，甲全球定位系统亏损之下，进行看袂到飞行，最后平安降落附近的丹佛国际机场。旅客落飞行机了后，看到机头毁损状况，真正好佳哉，捡到一命。Very loud clattering, as if you 这件空中意外，甲造成一个人轻伤送病院。美国联邦飞行总署嘛需要调查这个事件。那根据美国气象预报，冰雹、加烈风、甲暴风这些不好的天气状况，今日继续出现在美国中西部、甲密西西比河谷地。记者综合报道。201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电影院发生的枪杀案，造成超过80个人死伤。法院七号来宣判，枪手何姆斯被判终身来监禁，未当假释，但并无判死刑。这被害人家属是表示无法度接受。27岁何姆斯，2010年7月20日，伫咧科罗拉多州的奥罗拉戏院《蝙蝠侠》电影《黑暗骑士：黎明再起》首映会时阵。对戏院内面400名观众开枪扫射，造成12个人死亡、70人受伤。科罗拉多法院伫咧经过长达15礼拜审理，传唤超过300名证人，检视过超过2700项证据。伫7号陪审团总算是做出裁定，何姆斯虽然闪过了注射毒药的死刑，也过必须终身监禁。We the jury do not have a unanimous final sentencing verdict on this count, and we the jury understand.That as a result, the court will impose a sentence of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on this count. 规身躯穿着卡其衫的何姆斯，全程是手插伫咧垃圾啊内边，完全拢无表情，听着家己的宣判。陪审团伫咧裁定声明当中指出，因同意就算是何姆斯伫咧杀人时阵精神异常，也毋过依然就要替家己的责任行为负责。但是伫死刑的决定上，陪审团是无共识。对何姆斯躲过死刑，被害人的家属虽然无法度认同，也过只敢当接受。We still have to abide by it. We have to accept it. And there's those of us that believe, you know, he may be killed in prison, which would probably happen sooner than if he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However, we just have to deal and accept it. So, 这个陪审团是由9名女性加3名男性组成。因判定原本是神经核高在先的何姆斯，165项以及谋杀罪名成立。不过部分的陪审团成员明显是受到辩护律师一再强调，何姆斯伫咧杀人时阵精神异常的讲法。伫长达3个月的审判，何姆斯拢无讲话，也从来无向被害者家属表示任何的道歉甲后悔意思。
记者综合报道。有关气象方面，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1度。外岛地区是26度到28度。墨西哥的动物园古锥的动物出事啊！新闻最后查你做伙来看，感谢你收看今仔公司中道新闻，我是林建梅，咱再会。新闻在新闻幕后，在荧光幕旁，靠着团队合作才能把新闻送到大家面前。每天晚间，我们精选最重要的国内外大事，分析来龙去脉，浓缩在一小时的新闻中。在这里，只有追求真相的团队，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比别人更清楚，在公视看到最真实的世界。小时候，我总是无法分辨每一个人的脸，五官对我而言却成了模糊的抽象图画。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脸盲患者。拜拜。那你有看见他被谁带走了？没有。你只会当假的，你要告诉我你有看见啊。我不要让胖给就换水果冻，待这辈子都记不住了。阿平，真是很爱多管闲事。8月9日周日下午2:30，公视人生剧展《脸盲》。2015公视假日电影院全国巡回上映中，为了服务视障朋友，公视将于8月15日在新北市板桥府中十五举办30秒过后口述影像版影片欣赏活动，并邀请本片导演郭春辉及口述影像老师赵佑慈到场座谈，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一起参加。详情请上公视网站或拨02-2633-2000-9。最大的海蚀洞是在冬奥这边。我们住几年了，5-6年，到现在都送朋友亲戚，有几家到现在去年开始。各村村长都要跟我要啊，一个下。可是到我要考这一栋也是送朋友啊。我故意要把翅膀翘起来，因为你才知道它是飞鱼，不然通通把它剪光光，你们就不知道它是飞鱼，它要有翅膀。10点全记录，《生命物语》第二季，婆罗洲，丛林之间的惊奇世界，难以想象的画面与生命，13000万年的演化历程，发展出怪异但富生命力的野生乐园。8月13日，周四10点全记录，
生命物语第二季就在公共电视。